手压机38×38，这个是条，按一下 SET， 向上键是加温度，向下是减。我刚才调到230啊，现在调回220来。那这个是时间，加，这是减，25秒。再按一下 SET 键，它就不会闪动了。下面是一层布，这是咱们的这个升华纸，然后压下来。现在在倒计时，时间到了的话呢，它这个会有轰鸣器报警的。时间到了，它报警了，要把它拉起来。这是转印的效果。看一下这个纸，这个纸已经完全转印了。这一个是因为这个纸里面是折了的，是这里的痕迹啊，是这里的痕迹，所以它有一条线。